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本期会火营业厅的营业生，我是文涛，我是蒲艺兴，我是吉思君，营业我是认真的。谢谢。偷偷的看了。惩罚是什么？我们这个是唐九洲没有完成的任务。我放弃。九洲完不成的，我刚看了一眼。我感觉我这个太难了。这个我也很难。你资料是换一波人吧，我估计还可以一点。今儿太难了，这任务。可以的，相信你哦。好，来吧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玩热身游戏，您学经典项目。看图找真相，是有一个逃犯，然后逃到了这个 A B C 三个房子里面，通过警察就拍到了一个航拍图，然后让你猜在 A 还是 B 还是 C， 就逃犯在哪里？就这是一条路呗，对，进这个屋子的路。那意思这两个是没有路吗？嗯。抢答题啊，这个答对人是有奖励的，有机会获得人民币100万，有机会获得人民币100万。有个逃犯体验是啥？有个逃犯，他的准备的奖励居然是刮刮了。有个逃犯藏在哪个房子里？逃犯是藏在 A、B、C 哪个房子里？还是你选 A， 我选 B， 我选 C， 我选 C。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一个成为那个猛。我选 C， 我选 B。来，这个答案是 A。哇，就是说嘛 ，A 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，他铺了条路 ，A 的那样，他既然是逃犯，他随时准备跑，所以他。倒车入库的时候，必须车头朝外，方便他跑。啊，这么简单？我爹就这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说是我车头朝里逃进去是最快的？是啊，就是因为他在躲避逃离的时候，我还要把一个倒车入库的时间没有直接开进去的快吗？很好，你们终于清醒了。我宁愿你的解释是你发现 A 的车窗没有关上，然后你进去把车窗摇下来，发现一个隐藏线索。过，恭喜文涛。恭喜文涛获得一个获得100万的机会。好，来，最后来，葛富贵，葛富贵，拜托了，涛哥，拜托了，涛哥。好，这样如果有100万，好，一人三分之一。好，我以为你说一人一半。好，谢谢涛哥，谢谢涛哥。开始了，最近就明显终于开始录了嘛。这一季有什么变化吗？变化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巨大。就是我们会找一辆车，然后把车窗摇下来。有的人大早上在偷鸡摸狗。对，太大了。对，那如果说可以邀请一位飞行嘉宾的话，你们会邀请谁呢？唐九洲、周俊伟、邵明明、Cool、严丝合缝。严丝合缝。因为你们都是那个白羊烂嘛，都要过生日了。嗯。刚刚 JY 带着正午直播，然后他说给你们准备好了生日礼物。哦，是吗？他最好室友。他真的准备了。他在直播间里面说的。他在直播间里。直播的时候我都知道了，你们猜一下是什么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怀疑以外哥不给金条说不过去，不能比这差吧。对，那送那个，那他好意思在直播间里说吗？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歪哥真的是小的就不好意思拿出手。我别说了吧，我说了什么礼物不给别人空间了。那我就给你们保留神秘感。好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郭文涛是郭郭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是富富富，公司经理是什么呢？我是你的全世界。因为 QSG 是全世界的简介。哇，这你没有做功课吧？哇，怎么？哎呀，现在。那你们彼此之间微信的备注名是什么？名字。就名字啊？对，齐，微信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备注一直是小齐，因为我的 QQ， 我的什么 QQ 名，那叫微信名，就是小齐。你就叫小齐，你是没有改备注。所以你们现在群还是叫帅哥唐九洲和他的朋友们吗？就是唐九洲和他的帅哥朋友们。是的，唐九洲和他的帅哥朋友们。帅哥朋友跟他的朋友，你看他一个人说和我们三个人说，谁更有信服力？少数服从，服从多数，服从多数，服从多数。很好，我信了。所以那天二宫的时候穿的羊羔绒是出于什么？是我出于保暖，因为那件衣服买了之后穿的次数太少了，所以我想多穿几次。那天你们吃烤肠了对吧？吃了。那烤肠是谁请的课？我请的课。所以烤肠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所以文涛老师为什么没去啊？这才是重点，这才是重点。是烤肠好不好吃，谁在乎？没错。人家
叫我了，他们谁知道啊？不是真朋友。我记得是在群聊里问的吧？可能是有的人觉得就是只有私聊才算问，群聊消息我是以前不回的。是的，就是那种消息免打扰。对，哎呀，真是那这么说还真的是有道理，就是真的没联系到他，是没联系上，在他的这个概念里面不算联系到他。听他，我盖到了，是吗？就是最近很辛苦啊，评价春节舞台怎么样？二龙舞台很棒，最棒，优秀，是的，完美，比当时在民学上给我们初次展现的他的初舞台已经进步是非常明显。哇，太吓人了。也可能是妆发和服装的原因。不是来夸我吗？没错，还有性感的舞蹈。对对对对。所以那天还有网友说，那天你和小姑你们两个就很像去接触刚好的孩子的父母亲。我们嘛，操着一个哥哥的心，做着父母的事儿。是的，他的好哥哥们一直在关注着他。对，那你觉得究竟会多少位出道呢？那肯定是高位出道。前三，我专门和另外一位老师专门聊过，我和杜华老师都希望他能高位出道。替他蹭个热度。对不起，杜老师，抱歉。终于轮到我了。所以我们沉默的郭文涛老师给我们团友都投票了吗？真的是，哎，九州看到这一段会不会哭呢？就多看看我们吧，心里面头啊，心里面头。那对，最近有人进场，有人上岛，你们懂什么意思吧？对，就是啊，郭文涛只知道进场，不知道什么叫上岛。上岛是？上岛就是海花岛嘛，就像我们在海花岛。如果他们决赛是同一天，一个在大厂，一个在海花岛，你们是去海南还是在廊坊？那我觉得不如去北京阿普的家里面。一个电视投屏，然后另一个电视放着，对不对？防水大师 happy 的在这里，喝喝饮料，谁都不得罪。果然是我意料之外的答案。但如果他们如果有人已经被淘汰了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坐在，那我们就一起在民宿里面。郭文涛老师，作为上一届赢得最多的男人，你是啊？你不是吗？真条是吗？不，他就是他那个疑问是就是想让你说一下，想强调你就是对。所以新一季的愿望是什么呢？太多设计，什么什么？你新一季的愿望是什么？对，又要再问一次。希望。为了满足我文涛老师的虚荣心，我还是再问一次，文涛老师作为上一季赢得最多的男人，新一季的期望是什么？赢得更开心一点吧，玩得更开心一点。大家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。所以你有看过你那个名侦探俱乐部的口播吗？没眼看。你现在会找机位了吗？找机位，对，就像这个机位，就是这个机位，我可以对着他说，可以对着他。但是你要对着他说。但我不知道他剪辑的时候播出来的是哪个意思，就是说。好担心他们后期怎么剪。金老师，所以就是你的所有的宣传照海报都是同一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自己发的，我都不知道。所以你是这张图特别满意吗？不是啊。那为什么只用那一张了？没有别的图。说了刚刚 GY 在这儿吗？想替他问一句，狼人杀你会去吗？我每次都想去，每次时间都冲突了。好不巧，非常不巧。哎呀，小气大忙人儿，跟我们这些闲人完了，我打赌输了。我们刚才赌你们会不会进来玩这个？后面会有这个游戏，好，又可以赢一张那个，对，后面一会儿玩，一会儿玩，好的，管时间，认真回答题啊，认真回答。所以每季节目都狼人杀嘛，对，所以现在互相评价彼此狼人杀的，明学狼王在中间坐着，我怎么敢随便开口呢？都把嘴给我闭上啊！先玩游戏啊，时长关系，游戏环节我们将单独放出，一刀不剪，欢迎解锁。谁花这么多流量看我在那拼图了？一个人获得了两张获得100万的机会。好的，涛哥，给我付一下，怎么分？200万怎么分啊？就我们一人一张吧，你再赢第三张吧。可以，谢郭哥。继续采访啊，我们蒲熠星老师不是去年客串了一个男主角吗？作为曾经的电影博主，你评价如何评价自己的演技？自己的演技就是没有。哎，真的吗？自己的演技是跟谁学的呢？当然是无师自通了。我以为你是跟撒老师学的呢。当然，我在综艺里面的演技是跟撒老师学的。哒哒。小普，不愧是师徒。哒哒。捕获以后，未来的日子只能玩一款游戏，你会选择什么？斗地主吧。吃鸡。说的跟我没看过你直播一样。一战吃鸡哥。我不来吃鸡。真的假的？你会吃鸡吗？不会就跟着乱跑呗。
平时会经常见面吗？会，其实会，对，其实但是起来很经常。嗯、对，但是反正偶尔缺人吧，对吧，老师？是的。上次反正看过九州回来之后，反正我们俩是聚了。是的，对吧？很开心啊。对。怎么没有用过叫我呢？因为是在群聊里发的嘛，是啊，在群聊里没有私信，让我进群了。我记得群聊里面应该没有约饭这个事情吧？嗯，好，来下一个问题，见面的话一般会做什么？你很怪气啊，还没看出来吗？看出来了。不是，咱俩私下啊，从来不一样。是的，老正常了、都谈谈心，好朋友。对对对，好久没见了，真一辈子真兄弟，未来就这种感觉。好兄弟一起走，嗯、朋友一生一起走。哎，声音很好，声音了。哦，好，对不起。好。好，来了。嗯。然后，有点累。上次这么累去采访朋友周他们。加快一点。文涛老师，你知道什么叫考古？被抓现行。什么什么什么？你知道什么叫考古吗？考古，我们北大有一个系叫做考古，北大考古系很厉害。嗯啊，来给你看看你的粉丝最近在成名考古你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好了，在什么？这多少年前的事情了？没发现我都已经开了那个半年可见了吗？你开了吗？开了，我也实在是，你要开我也受不了。他们不会是不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吧？今年就是你们还准备出歌曲吗？除了 Number One 之后，这个不是我们能定的事情。出啊，那肯定得出，那就出呗。谁还不会唱个歌呢，是吧？那再来个唱个 rap， 对，那必出了，肯定要出，大窝口。那如果做男团的话，你们分别是什么担当？我，在他们这些实力面前，平平无奇的门面担当，摸鱼担当，摸鱼担当啊！我主要要说这种挂的，我刚刚说太认真了，对，太认真了。他啊，你很认真说的是吧？我声量担当，小齐认真了，结果你郭文涛只是玩玩，你只是玩玩我。我觉得你好阴阳怪气。那我就说唱担当吧。那舞担谁来呢？那我还是舞担吧。是，有拉普魂已经有了，那罗是拉普魂也有了。罗口给大家留点活路呗。罗口必然是这史凯蒂了，还有他，史凯蒂，史凯蒂没有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不重要的知识问答，然后也是会有一张100万的机会。好，来了，好哥，卡得上了。钢铁侠一共参演了多少部漫威电影？一二三四五六九部，20、21、24、22，有那么多个吗？23，其实应该是23。这么多部？奥特曼来自于哪个星云 ？M78。七八。一岁半的孩子叫什么？人类幼崽。婴儿。幼儿。嗨。它是个成语。这个成语冰箱。爱斯基摩人为什么用冰箱？他在想到那个，这些东西都是和第四季的名侦探学有关的。我们刚聊的全都是刚刚录的内容。Oh nice， 押题成功。这个答案是一年半载。你真是一个小天才。一年半载为什么是婴儿？一岁半吧。他活了一年半载。好的。除夕夜，小王许愿，新年我想开新的车。第二天发现自己旧的车一直笑，为什么？之前声音小，不见旧人哭。Oh。涛哥赶紧想出来，因为他要开心的车。新的车，哇，哇，好冷，应该就要火速了。下一条，我老师这个有问题。明选运动会最后挑战项目，第一棒的项目是什么？踢毽子。第一个是踢毽子，踢完之后再抱盾。踢毽子，是我错了。哎，我忠实观众，你不要diss你的忠实观众一下。好好好。如何能治疗弱症？喝弱水弱，喝八宝粥。然后这个是谁积累的分数多？文涛。文涛，真的是文涛。那真的，一人一张，谢谢涛哥。哎呀，谢涛哥，谢谢涛哥。我们有个神奇的答案之书。那我先来。好，能开出100万吗？继续。我能攒到明天开吗？攒到明天。下一个天亮，明天开，明天开。糖九粥能不能出道？享受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哇，可以，好像没什么逻辑，但是感觉是出道的意思。哎呀，你们行不行啊？这一季的录制是否顺利？那必然顺利啊！这绝对是个好主意。嗯，完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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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是不是顺利？嗯，是。那我们明天开。明天开。但不行，因为我们要录。好，那完了，那就明天跟拍过去。有必要，但不可以。你们好像我一个都没做，是不是？
对呀、啊，是的、哦，都忘了这回事儿，实在受不了。九州做九州那个，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能做的。我这个题，我这边真的做不了。他让我带着你们一起唱《玛利亚嘿，玛利亚呼，玛利亚嘿，玛利亚嘿》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对，就是，快乐星球五里面有一位现在非常受大家喜爱的歌手和演员，他在以前演唱过的当时的一段 rap。现在，就带你研究。专业主持人，我太不专业了。不会的，我过去这么努力。不会的。就是我们还有个固定的，还是上个嘉宾留下的问题。好，然后上个嘉宾是青你的选手们。我也想问下一个人，我们节目好看吗？让真情实感。对，真情实感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他都问出哪里好看了，还问。我们都要你好看，九州好看，九州好看，九州好看，是我的好朋友。最后就是给我们下一个嘉宾留个问题。大哥，对，来，你来说，你来说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问题，我可不敢问啊！你来问，快点！不是，来，名侦探学院和密室大逃脱大神版，你们喜欢看哪一档节目？哪一档？哪一档？好嘞，然后最后，真的是最后了，给我们节目打个榜，告别的方式。答案之书啊，如何打板？如何打板？哎，这不是那犹豫，是，没有犹豫。选号码，一号。我要三吧。二，一。一是模仿朋友中唱的主题曲。Number One 的主题曲还是？你唱 Number One 也行吧。二选，唱 Number One， 你俩要一起吧。好，那你俩一起。好，你俩一起。好奇的是，现场的一个 rap。可以哦，你在后面唱，对啊，在前面跳，就是啊，很好，万万没想到最后能赚到三人的唱跳舞台，那么 Number One 非公演舞台以及百万大奖花落谁家，敬请期待。